那你也别去睡觉。这爸爸这会打你哦。摘了，你到底要不要去睡觉？这爸爸真的会打你哦。你忘电流过去了吗？我摘。还笑。我摘了。我摘了。你到底要不要去睡觉？我听见还是摘了哦。哦，我摘。到底要不要去洗澡啊？我跟你讲嘛，谁要洗澡？知道不？不洗澡。为什么？因为弟弟太丑了。对。因为弟弟太丑了。对呀、啊。太丑了就不洗澡。对。你干嘛那么大力呀、啊？太大力了吧？对啊。你看你头发湿了，要不要去洗澡？回家。哪里香了？对。哈哈哈哈哈。还不是臭的。啊，香。不要上去游泳。太冷了。到底要不要去洗澡啊？我跟你讲，你乱乱，叫你去洗澡，他忘记了什么反应？啊，去洗澡，他忘记了什么反应？那你知道，等下还有妹妹可以吃。断掉了啊。